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阿阳，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历险记第281集。想看前面1到280集的小伙伴，可以先关注阿阳，点击主页往前翻一翻，就能找到喽。哦，终于上来了，差点憋死在鸡眼里。哎呀，至少上来了嘛。怎么样，这里的风景还不错吧？哪有啊，这也太荒凉了吧，全部都是鸡眼，也看不到边际，天空还是这种如此压抑的颜色。你没觉得这么空旷，让人心旷神怡吗？不好意思，完全没有。哎，不过最大的问题啊，是这里搭不了方块，往地上放啊，就会显示高度限制128个方块。还真是，本来这边这么空旷，还挺适合用来造建筑的。阿阳，那我们要怎么回去啊？那还不简单，还是用末影珍珠呗。可是，这末影珍珠也不能往地下扔呀。不可能吧？我试试。那你还真的扔不了。那我们要怎么回去啊？哎，别慌别慌，肯定还有其他的办法。哦，对了，试试紫松果能不能帮我们。这些给你，那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紫松果也没用。都怪你，天天瞎想些什么馊主意。这下我们要怎么办呀？别急别急，这时候更要沉着冷静。试试水桶。哎呀，不行。试试鸡蛋。哎，竟然可以扔鸡蛋出去，还生成了小鸡。但这并不能帮我们回家呀，就算拿着进了养鸡场都没用，要怎么办呢？而且这还是一片大平地，都没有办法自行了断。哎，我咋净出这些馊主意呢？这要怎么办呢？总不能在这里等到自己饿死吧？哎，你这么一说，看来我们也不用瞎担心啊，因为最终饿死了，我们还是能回到家里的。总不能真要到这样的地步吧？老天哪，救救我们呐！救救我们吧！我去，这种时候还这么倒霉？哎，对了，小月，我想到办法了，我可以先把你送上去，然后自己再往天上射箭来解决自己，这样我们就能回去了。意思你想对我下手？不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是为了大局着想嘛，大局着想。哎，那好吧，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，不过得先把盔甲脱了。好了，你动手吧，我也捶你两下，方便你待会儿自己动手。小月，那对不起了，这种危急时刻只能用这样的下策了。哎，我真的是不忍心下手啊。哎，别磨叽了，给我来个痛快的。哎，那你先回去吧。哎，轮到我自己了。哎呀，怎么求死都有这么难的嘛，连自己都打不中。哎呀，烦死了。剑低一点试试看行不行。哎，可以，还差最后一下。Nice， 这是我 MC 以来最喜欢自己狗带的一天。一定要关注转发哦。